家阿弥陀佛。首先先谈一下菩萨戒的根本精神，几分钟我们再继续来解释戒条。那菩萨戒的本质就是我们一定要尽量使我们的任何思想、语言、行为都不要去伤害到任何生命，这个一定要记住，这是菩萨戒的本质，不伤害任何生命。以这个为本质，再进一步的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助所有人，去帮助所有生命。各位要把它完全的记下来啊！不管在发生任何状态，绝对绝对不报仇，不伤害啊！包括一只小蚂蚁，包括今天钉在你身上的蚊子啊，已经使你痛了痒了，你都不能去伤害它。所以进一步还要同情它在恶道受苦，在畜生道，所以去帮助它。乃至各位都已经会死死焉供了，我们一般人都想到鬼都会怕，这也是失去菩萨的本质。所以菩萨的本质是我们只想到他的苦，而没有想到我会怕或是我会受他伤害。那既然他在做鬼道，那我们就要用尽办法给予他需要的，他需要食物，他需要药物，他需要衣服房子，更重要还来教化他皈依受戒，能够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将来能够成佛啊！这就是菩萨戒的本质，也是一个修行人，甚至各位的所谓的好人，好人基本上不会报复，不会伤害，只想帮助对方啊。那菩萨戒的核心呢？你就要成为别人的模范，成为别人的典范。那就基于我们对诸佛菩萨的信心、尊敬，以及对众生的慈悲关怀，所以而来学佛的慈悲，而成为别人的相信、皈依、学习、爱的对象啊。所以说如果你的父亲是这样的人，你会觉得很光荣，是如此。所以当然这个世间有很多利害关系，但是你认为你是个受菩萨戒的人，绝对不能说有个观念是他是我的对手，他是我的敌人，不能有这个看法，是去藐视对方、轻视对方啊，这个心态不能够起来。所以不管那个生命对我们有没有帮助，你都不能产生分别、轻视或是对立的观念啊。甚至一个现实来讲，是说我去帮助他对我又没有好处，所以我不想去帮助他。那甚至把对方当作是一个对手的话，那就违反了菩萨戒的精神。就算你年轻在交男朋友、交女朋友，对方在跟你抢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，你都不能升起那个心态，说对方在抢我的男朋友、女朋友，在抢我的生意，因为起这种对立的心态，你就完全失去了说利益众生啊。菩萨是什么都以别人为主，别人第一啊。两个人抢一个橘子，那你做菩萨你不能抢，你只能退给他。这个叫修行啊！修行不是我很会打坐、很会念经，我把地藏经倒背如流，结果去抢橘子啊，抢了个饭菜，所以那完全就跟你菩萨戒没关系。工作我要加薪水，计较啊，我要升官。但是各位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这个世界，你从新闻媒体看到了，就是弱肉强食。所以这一点少看为妙啊！首先我说我师父教我就看看标题就好，看标题。如果你去看新闻节目呢，深入看的时候，你心里会乱掉。
然后以后你变成习惯那种嗔恨对立，对你是伤害的，啊，所以修菩萨道人看到一只动物在被杀，一个人被看不下去，因为看不下去很痛。但是如果你看得下去的话，这要很小心，代表你有这个对立的心态，暴力的心态，你去看人家打拳击啊，哦，紧张兮兮，红红的，很精彩，他是拳王。那你的心态已经有问题了，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悲悯心、不忍众生苦的心不见了，啊，甚至你的语言开始就会有杀伤力了，啊，你的行为就会偏颇了。当然，菩萨看到这一些，自己要警惕，替对方忏悔啊，多回向给对方，那自己发愿绝对不再犯。比如说，菩萨看到别人在恶口骂人，很难听。那菩萨自己就发愿：我生生世世宁可嘴巴烂掉，不恶口骂人。这样，你要发这个愿，不然的话，你就不能成为别人学习的典范。啊，菩萨是人间塔一样，人间的一个光明塔，让别人找到希望嘛，找到希望。所以在《优婆塞戒经》里面说，真实受菩萨戒的人，不分在家出家，都可以收弟子，因为你可以成为好老师。所以，这个世间如果要以出家人做典范的话，恐怕现在世间不一样了啊！现在这个世间都是以这个社会的成功人做学习的对象，所以现在事实上，很多在社会上知名度很高的，甚至事业做得很大，都是佛菩萨的化现啊！这些化现让我们觉得，哦，他的道德、他的金钱、他做事的帮助众生的方法，超过于出家人了。都超过了啊，所以那当然，菩萨的意思是说，不管你在各行各业做什么，你都要做到让别人如何去佩服你、学习你啊。特别是现在大家都是看新闻媒体的，不是在家里看佛经的啊，所以你现在的菩萨，他会去示现成一个在家的，或是不见得是说有钱。啊，10块钱煮晚饭给很多人吃的老菩萨，反正他知名度超过很多道场了，啊，很多道场了，所以很多人认识德烈沙修女超过于认识圣母玛利亚的事迹，啊，所以我们华人中国人对孙中山先生的认识超过更多的宗教，所以这是一种思想啊，而且是一种我们所得到的都是一个。美化的思想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，啊，把这个人美化掉，然后让大家去学习。所以后面这个21条就是要特别告诉我们，就不能有这个对立。所以我们念一下第83页21。第21，嗔恼报仇戒，若佛子不得以嗔报嗔，以打报打。若杀父母、兄弟、六亲，不得家报；若国主为他人杀者，亦不得家报。杀生、报生，不顺孝道，上不恤奴婢，打拍骂辱，日日起三夜，口罪无量，况故作欺逆之罪。而出家菩萨无慈心报仇，乃至六亲中故报者，犯亲垢罪。所以这一条，各位要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，成为你生命的精髓。生命不是这个肉体，生命是你的行为、思想啊，悲心啊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没有报仇这两个字，没有嗔恨这两个字。就像人家杀死我们父母，我们都不会报仇，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父母啊，这是他是这个因缘。所以，若佛子愿意做佛的心子，做佛的儿子，做菩萨，不得以嗔报嗔啊，别人生气我就生气，你骂我我就骂你，以打报打。所以，就算有人杀死我们父母、兄弟、六亲眷属，不得报复，不得家暴，乃至我们的国王为别人杀掉。我们也不能为这个国王去报仇，去发动战争，啊！所以
不然我们杀生，然后我们去报仇，这个就不顺孝道啊，因为众生都是父母。而且做过菩萨不要去蓄养奴婢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蓄养奴婢，你就想认为你高他一等，你就会打他骂他，看不起他啊，就会就像各位看到很多外劳被他们的主人打，也有看过很多老人呢被照顾的人打，对不对？就是恶性循环啊，所以上不去奴婢打拍骂辱，不然你就很容易天天都在起三恶业。为什么？骂你的外劳啊，骂你的职员啊。所以做过菩萨不想要去坐这个位置，免得你很容易开口去骂对方啊，日日起三业，口罪无量。何况故意去造前面的七逆罪，杀父母啊，出佛身，胁迫和身。所以如果一个出家菩萨没有修慈悲心，还竟然想要去报仇的话，那乃至在六亲里面啊，故报者，所以有时候为了抢财产，老实说啊，这个，我有一次去助念啊，然后就看到那个相片，好像那个七孔流血一样。后来一问之下，是因为这个老人家死了，他的儿女就为了抢财产在吵架了，父母就会七孔流血啊，所以年纪助念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受，所以这样你就违背了菩萨戒，犯亲垢罪。所以各位，你现在一听，你心里要做个决定啊。佛教里面的愿跟戒的意思是说，我从今天开始，别人杀死我儿子，我都不会想报仇，了解吗？你要自己发愿了。如果你只是听，而这个法没有入你的心，那就得不到戒体。所以，什么叫大乘经典都叫戒体？你看任何一部大本经，不管他写什么，你都要完全接受，依教奉行，那这个叫读经典得到戒体啊。所以所有的律戒律是从经典里面论，这个经律论，这个论是在讨论佛陀所讲的真理经，然后再把这个经成为行为的实践跟心灵实践，叫戒律了。事实上它是一体的，所以读大乘经典就要马上融入在你的身心里面。本来你是个会生气会报复的人，这一段一看完，你就要发愿打成，把我自己打成肉酱，我都不会报仇，不会家暴啊，只想要啊去帮助对方，也不想做一个高高在上甚至去命令别人打骂别人的人啊。翻过来22第22，骄慢不勤法界，若佛子初始出家，未有所解，而自是聪明有智，或是高贵年数，或是大信高门，大解大福，大富饶财七宝，以此骄慢而不知受先学法师经律，其法师者，或小性年少卑门贫穷下贱，诸根不具，而时有得一切经律尽解，而心学菩萨不得观法师种性。